大家好，今个俺婆姐过生日的，她平时对俺都特别好。我今个叫她请吃现成的，我这会儿上街买好吃的去。走，儿子，走，快点。媳妇，把你看见吗？要不了那些袜子，这要不了那些袜子。多少钱？18。我的天，那挺贵。便宜的。上你买17。43块钱。是挺上的。哎，等会儿，这多少钱你？16。你这样的？这过生日带球的，这个带球的。行。哦，对，它还不是好多吗？好多啊，好多啊！你还别订了，别移的那是吧？你看这，这个带球的，过来别移的。这不是，我这带球，有什么？这额外带球吧？这个带球啊？看他们给我选蛋糕，感觉好幸福。不用我掏钱啊！俺掏钱，让你掏钱，放心。确定要那个新的吗？要新的。啊，要新的多少钱？新的这个13的。啊，13的是买3把。他会给咱优惠的，咱所有的蛋糕都在他家订的。啊，那啥呢？一会儿呢？好。这样新的，哎，咱要弄新的话，咱哥回来了之后会不会多香啊？俺是女的，不是男的多香。对，行啊。姐去了，发个朋友圈，叫俺哥回来。好。这手艺老了，这个手艺老了，这肉了。买点花椒、青椒，这个做好吃的。老板。你都爱吃。啊，然后在那个猪头肉，你都是不要钱了。这里是火爆大江南北的乡亲农家首次第500号现在整理流程。你给我拿着一人吧。现场烤制，色泽金黄，香飘四溢，味道纯正，皮脆肉嫩，纤维可口。时候纯齿浓香，第二。到家了，你看这买的。大豆小豆嘞。